今天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处理五大案的最后期限，而廉政透明委员会呢下午召开会议宣布调查的结果，其中大巨蛋案跟美和师案是移请了法务部来调查，而松烟文创跟三创案呢则是移送监察院，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双子星案是否认为是查无刑事不法，将尊重法院的判决。喧腾多时的五大案最后期限已经到期，面对社会诸多疑问，柯文哲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要联委会给个交代。你那个已经跟人家拖快五个月，对不对？那就要认真一点查，这个不能再拖五个月，还是说不能见。下午联委会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一字排开做出说明。希望未来不管是 BOT 案再度的执行，或者是联开案再度的这个推动，我们都不希望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市政府来讲，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藏污纳垢无所遁形。五大案分别做出决议，双子星案决议不会移送特定人士，但未来开发的时候，政府需要检讨改进。三创资讯园区案将会请前财政局长李树德跟相关同仁来说明，全案将移送检院。美和市案建价出售的问题，不止超征收土地，还要还地于民，并呼吁前市长郝龙斌要硬起来告日升神。双烟文创案将全案移送监察院，而最受瞩目的大巨蛋案，李树德虽然做出书面说明，联委会还是觉得没有提出具体事证，维持原意移送李树德。以前财政局长针对920的会议，他是否认的，那他的否认跟录音带这种客观事证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是有所不同。那考量李前局长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让我们调查的事证的状态下面，我们认为他这个的一个说明可能没有办法跟动我们原来在查查之后的一个决议。大巨蛋案延拖多时，北市府将举办研讨会，邀请远雄董事长赵腾雄一起坐下来讨论，为大巨蛋的下一步寻求出路呢。我代表市府，那么已经正式责成都市发展局正式的来邀请函，邀请赵腾雄先生。争议多时的五大案，联委会的结论就看能不能让外界有个满意的结果，或是让调查的当事人都能心服口服。 UDN TV 综合报道。